湾。现在我们在广州口。Say hi， 说你好。只能说中文。Okay. 我们也是只能说中文。OK， 然后 OK，That's it。How about this? Whoever speaks English has to pay for the next meal that we go to. Like the next meal. Okay, so let's start right now. Just say stuff like okay, hi, you know, like stuff like that. Okay, ready? 要不要进去? 3, 2, 1, starting now. 要不要进去? 可以啊。可以进去吗?诶?好像关了。哦,这个好好看。这是什么?很香哦，好看好看。很想要讲英文，不能，我不可以。除非你想请客吃饭。你的名字是？我的名字是 Angela。你呢？我的名字是达西。要跟着我们的 Instagram 叫 Fluorescent Skin。这里好暗啊。我们现在在那个 Steve Madden， 然后就是随便逛逛。我们刚刚吃完东西，要消化一下。我们现在在 Bloomingdale's， 然后 Angela 很想要说英文，可是不能，哈哈哈！不要自杀。我喜欢这个镜子，哇哦！你看这个啊！好看的镜子。现在穿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等一下打算去运动一下，就去健身房跑一下步。你们看这个小狗，哇哦，小狗狗等一下跑过来，它没有线性。对，所以跟我家狗一样，太萌。做按摩先，然后啊，太舒服了。这个后背真的，脚紧紧的，太酸了。哎，然后我们再去做运动。哦，在我的脖子，我们刚从健身房出来，然后今天就是腿很累，我的屁股，可是我感觉都没有第一次做的那么对 ，like 多。因为呢，今天我们7点。就起来了，呀、yeah. ，很累，只睡了3个小时昨晚。对，所以现在我们要回去洗一个澡。哎，我好口好渴，我也是。我们去买果汁，不是， okay. 是那个健康的果汁，不是很多糖的那个。Okay. 好， OK， 我下一个很。就是哇哦，凉爽的，我都不想走路，只想飞回去。我也是，哎，好累，可是感觉很舒服。对，我们要一直坚持运动，瘦下来，夏天变美女，要穿吊带。要穿很性感的衣服。我们去哪里买喝的？可以去一个店，有做新鲜的绿色汁。OK，麦当劳不能吃。我们回来了，我买了这个。对，不过呢，我们没有加糖，没有加糖。对，只有水果在里面，没有加糖。OK， 然后呢？现在来给你们看我们今天买了什么。我买了一双新的跑步鞋，给大家喵一喵，喵一喵。
不错的。你这个好像只买了几块钱？几块？六十几块吧。买了一个新的裙子，然后这个就有点看的，有一点透明，对。然后我跟 Angela 两个人都买，就是绿，很浅的绿色。今年浅的颜色不行，非常火。买了一个短裤，就是很蓬松的那种，就可以夏天在那里穿，很好看这个颜色，灰棕色的。看来我买了这个长长的裤子，我很喜欢这个，因为呢，把我腿看过来好细，还有屁股看过来很大。那就是我们今天买的东西，然后我们就是逛了一下，吃了晚饭，现在我们要各自去做作业。Yeah， 太可怜了，我还有一大堆的东西要做，然后今天就要做完。这是我的狗狗 Riley。他现在几岁？快，他八月份会变两岁。哦，两岁。我以前超级怕狗的，现在就不怎么怕了。他不怕狗，因为呢，他第一次来我家，后来我说你一定要碰 Riley， 或者我会把 Riley 放你手上。后来他现在没有那么怕了。对，可是还是有一点点。就现在已经快十点了。所以我们明天还要早起来，他去打疫苗。Yes， 我们明天吃 brunch 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今天 search up brunch 中文怎么说 ？It's 早午餐。Bruh，so like random. Okay， English 很就早午餐，早午餐，早午没很，可是很好、like, 没应该。很 make sense， 可是又不 make sense。No， 早午餐。OK， 我要去吃早午餐。等一下。Pause. Make sense. Brunch, because it's breakfast and lunch. Yeah, yeah. So but like 早午餐。But when you just say it in Chinese, it's just I'm gonna go eat 早午餐. Like what? You know what I mean? Like well, maybe because they don't eat brunch. Like, oh. Okay, in China, there's not even that many like brunch places.This is break time, by the way. Yeah, it's break time. Because honestly, I feel this is an argument. No, honestly, I speak in Chinese at home, and I do speak Chinese with my friends sometimes. But like, when I really need to speak Chinese for a reason, it's like, you can't even function correctly. For me, like, I don't know, like, my Chinese isn't that good. And like, certain words you just don't know, like, right? How the hell am I supposed to plan, like say this? Hello， 我们回来了，现在十二点了。刚刚真才打完的，然后在 Hudson Yards 这边这个 mall 打算逛一下。我们本来想去吃，可是还不饿，所以就等一下再吃。今天我们都是穿的短裤，看一下。我们今天都穿短裤，太热了，我的天！80多度，现在我们在这个厕所，因为店里面都没有可以试衣服的地方，所以我们打算在这个厕所试，还有一个全部的镜子，这样不想要的话再过去退就好。我来试吧。现在这个衣服是最大号的，不知道，我试一下中号吧，因为我两个都有拿过来，可是我觉得还蛮好的，如果洗一下然后去可能会变小，不知道，看一下吧。现在这个是中号的，看起来会比较好，可是我就是怕洗了之后会变小。这个裤子，我的妈呀，太紧了，看我的肚子，我的天，而且我觉得它就是很短，这里我不喜欢。这个裤子 ，no，
一个是另一个颜色的，我决定最后拿这个，因为刚才那个有一点透明。然后这个裤子我不要，因为我穿不了，只收获了一件这个衣服。现在大概一点了，我们要准备去吃东西，然后我们现在走路过去大概半个小时。我们到了，现在刚刚点完。我不知道这里音乐有没有一点大声，有点包。再给你们看，我们的 calamari 到了，就是看起来好好吃。哦，OK， 要去吃了。怎么样？好吃 ？OK， 赞。我们都快吃完了。重点到了，我点了一份 steak 和。Truffle fries， 我点了 truffle burger， 还有 truffle fries。嗯，看起来好好吃，看，哦，不喜欢那个声音。哪一个声音？哦，I know， I know， I know， 我已经。一小时，十一，哈哈哈哈，应该，8.5吧。这个 truffle fries 太棒了，太好了，真的，那个汁爆出来。还有这个面包很好吃。现在我就在这里结束这个影片，然后我希望你们喜欢这个影片，听我讲中文，然后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吧，拜拜。